喂，妈。妞妞。什么妞妞了？你是什么了？挂了。妞妞，你妞妞。任南跟我和甘伟呢，讲普通话。哥哥刚才一直都在担心呢，又不是录那个淘汰赛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个不是那个微博上都有说的呀。你不要看我微博，不要看，不要搜。妈天天看你的三下班图，天天熬夜。我还想打个罗振呢，想跟他也分享一下。我知道你不行。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。我刚一直在颤抖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失望。这什么鬼啊？在这里留下好土说的话吧。走开，再打一个。打他另外一个号码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罗正，真的是你给我等着。